刚透过许多高雄，高雄市十年十五月许多负面影响，落个过多年的太医哦，每时知道闽南街西路拍的流血传出要被边亡的情形。高雄市农业局也为相关单位去抗议灾情过后，经过农委会的同意，每会判农业天然灾害补助或感受农民的损失。唔会省嘅，咱系好啦，都冇好呀，再条毛唔会睇。农民喊苦连天，人民原本预算水平也出入做得舒适的米农烹肉落魄了，许多深夜种的太医浸泡，造成健康难吃，一面黄花，完全无菜蔬的价值。品质又变唔好咩？品质啊，所以啊，我用一个营养买了没有用，个红硬硬，冇说又糊糊的。经过初步勘查，闽南天气全部230公顷的烹肉落魄了，差不多有50%到20%以上的损失率。故说农委会统一发放每公顷36000元的农业天然灾害补助。联合勘查小组也通报了农委会，然后农委会就核定了我们闽南地区的白玉萝卜是符合那个现金补助的一个地区。高雄市农业局表示，农民做得台水源业六号进前，带相关的证件，许多闽南区公所办理灾害的补助。另外，原本预算11月12号推出的闽南烹肉萝卜粿，也因为业界的灾害，不得不延到11月25号才做得启动。客家新闻陈文玲高雄报道。